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我刚刚买了这件新的衣服，这件新的衣服让我觉得很暖和。现在的天气很冷，这件衣服让我觉得很暖和。我用这个杯子喝一杯茶，一杯热的茶让我觉得很舒服。这个新的灯我非常喜欢，这个灯让我的家看起来很漂亮。那我们今天看看十件事情让我很讨厌，我很讨厌的十件事情，我真的不喜欢的十件事情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件事情，有的人在办公楼里边抽烟，或者在卫生间里，或者在电梯里边抽烟。有的人在我的旁边抽烟，让我非常讨厌。或者我在路上走路，旁边有一个人一边走路一边抽烟，他从我的旁边经过，这个让我很讨厌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在公共场所，比如在公共汽车、在地铁里、在飞机场，在很多人的地方，有的人他们会很大声地看手机，或者看视频、听新闻、看电影，非常大声的。也有的人很大声的打电话，甚至有的人他会开免提，就是他会和另外的一个人打电话，他开免提，那别的人可以听到这两个人的对话。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让我很讨厌，在公共场所非常大声的听音乐、打电话、看新闻，会影响别的人。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很讨厌。第三件事情，有的人开车的时候突然从车里边扔出来垃圾，他从车里边扔出来垃圾，有的时候是塑料袋，有的时候是一个饮料的瓶子，有的时候是水果皮，比如香蕉皮。哇，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非常讨厌，因为我觉得这很危险，可能它会影响别的开车的人，这个也对环境有非常大的影响，会污染环境，
所以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很讨厌，很讨厌。四种情况，在地铁上或者在公共汽车上，有很多人的时候，有的人他会靠在这个扶手，会靠在这个扶手上，然后他会看手机或者玩游戏，但是别的人不可以扶着，不可以扶着这个扶手。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让我很讨厌。这个人他不在乎别的人，他只想他自己。第五种情况。现在有很多的人生病了，因为天气非常冷，所以很多的人感冒了，他们可能会 咳嗽。但是很多的人，他们不喜欢戴口罩，他们也不喜欢捂着嘴，咳嗽的时候，不用手或者衣服捂着嘴，这样的情况让我很讨厌。第六种情况，常常我可以听到我的邻居。住在楼上，住在旁边的人，他们很大声的说话，或者开门、关门，或者吵架，甚至很晚的时候，他们会很大声的听音乐或者吵架。这样的情况让我非常讨厌，因为会影响邻居的休息，会影响别的人休息。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让我很讨厌，让我觉得不舒服。第七种情况是。我很讨厌吃自助餐，这是自助餐。在这个饭馆里，有很多吃的东西、喝的东西，所以我付可能100块、200块钱或者300块钱，我来这个自助餐的饭馆，我可以。随便吃，我可以随便喝，有各种各样的饮料，各种各样的酒。那我也可以吃很多的东西，有海鲜，有肉，有蔬菜。这样的饭馆是自助餐的饭馆，但是我很讨厌吃自助餐。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很多的人他们会拿很多吃的东西，但是吃不完，会浪费很多吃的东西。第二个原因，有的菜大家都非常喜欢吃，所以很多人会抢这个菜。这个让我不喜欢。第三个原因，常常我吃自助餐的时候，我会吃得非常多，所以我非常饱，我感觉不舒服。所以吃自助餐让我
很讨厌。你呢？你喜欢吃自助餐吗？在你的国家，有没有很多自助餐的饭馆呢？第八种情况，有的人他给我发短信，他说：“在吗？在吗？”然后没有别的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发短信，他只问我：“你在吗？”这个让我很讨厌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有没有人给你发这样的短信呢？第九种情况，我非常不喜欢有的人，他常常迟到，他总是迟到。我觉得偶尔迟到没有问题，但是。总是迟到，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，每次他会有借口，他会说啊，堵车非常厉害，啊，我有很多很多的工作，每次都迟到，这样的人让我觉得很讨厌。我觉得应该尊重。别人的时间不应该常常迟到。第九种情况，常常迟到的人让我觉得很讨厌。第十种情况，有的饭馆非常非常的有名，有的是网红的饭馆。网红的饭馆，大家在网上看到这个饭馆非常有名，很多人他们想去这个饭馆尝尝。所以这样的饭馆有很多人排队，排队在饭馆吃饭，这样的情况让我很讨厌。如果我去了一个饭馆，我看看有很多的人正在排队，我不会在这个饭馆吃饭，我会很快的离开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喜欢排队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在这个饭馆吃饭，我真的很讨厌。在饭馆排队，这是十种情况，这十种情况让我觉得很讨厌。那这里有没有让你讨厌的情况呢？什么情况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，让你觉得很讨厌呢？请你在。评论里告诉我。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也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故事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